时隔许久，米哈游终于迎来了新的面孔。其实也算不上新面孔，毕竟之前的剧情中见过，所以嘛，今天的目标白色史莱姆。虽然咱只有一发，这时候就有人要说了，哎呀，姨太呀，你只有一发，怎么抽罗莎莉亚呀？所以就凭借咱的欧皇体质，走你！紫光来了来了！这都是罗莎莉亚，不愧是我，不愧是我呀！但可惜咱已经有了消辅助 C， 不过呢，罗莎莉亚用来当辅助也是不错的嘛，毕竟在释放终命的胜利时可以提高队伍中所有角色的暴击率，而且在18时至60时队伍中的角色移动速度都会提高10%。虽然秘境讨伐领域深境螺旋中无效，但是跑图什么的它不香吗？但毕竟罗莎莉亚只是一个4星角色，还是没有办法和其他5星主 C 比的。当然除了罗莎莉亚，还有这次的5星达达利亚，在群攻方面欠缺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入手哟。看看这帅气的攻击动作，看看这帅气的长相，正所谓不会近战的工兵不是好战士。达达利亚既拥有远程攻击的同时，又能造成近战群体伤害，绝对是阎王帝君居家外出常备的情报。那这次开始，大家都抽到罗莎莉亚了呢？有什么好的搭配阵容呢？快在评论区里面告诉大家吧。